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感谢你点片进来。那这一次呢，是想要用强化苦去单卡吃完的二号。那平常的话，影片更新都会是以EDF 游戏为主。那目前还有在回坑忍斗，跟主要玩忍斗手游。那这一次拿嘉玲嘉玲强化苦我来自虐，一样又是吃完二号，对。不过这一次的话，如果你强化图要进行单卡的话，你必须要有魂石这样子。总之试试看就知道了。那我们首先让可爱的队友死掉，非常可爱，勿影。强化图真的可以帮你单卡吗？还是我记得要魂 Plus 才行啊？然后我参考那个。白昼的打法，阴阳高照，太快了！干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他不撞我，五个木盾，然后他就跑走了，哭啊！等一下，不要等到木盾结束哦。哭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公平，再试一次，就是现在，命中，命中，成功啊！强化苦也是可以的，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如果那个工人玩定感觉比较好。奥义丸好像有第一刀也砍不到，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所以他也一样可以六刀，哎，一二三四五，可是应该砍第七刀的时候，我记得就应该会来不及。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我刚点到自己忍斗。笑死！我想要奇怪为什么没有苦攻，干好像会卡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所以啊，你看这种强化苦，九宫就没有虐到自己嘛，笑死！说好要自虐了，方法对了，什么武器都能打嘛，也没有啦。如果是单格武器的话，你要卡左右上角。这次是因为有魂石才敢这样玩的，不然我记得没有魂石好像砍不到。好、啊，完成了，三分内，笑死。好，强化苦单卡吃完的二号。那攻速的部分的话，强化苦攻速它会落在在哪里？这里没有攻速吗？有了，3.7。3.6就可以卡六刀哦，对，其实是可以的啦。封魔手里剑的话，我记得是封魔手里剑的话可以六刀一号，3.8，所以3.7其实有点抖，而且他一魂一奥义的话，他第一刀是砍不到的，所以一定要魂石。不然来试试看一个，还是要拍吗？应该不用吧，反正我记得强化苦一定要魂石啊，那就先这样子了。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盖 VQ， 喜欢的话订阅一下吧，拜拜。吃完二号打完，他给我来吃完一号是吧？也太靠北了吧！好哦，我就再一次跟他打个架，哎，打架哪次不打架？台币八。好，那一样的方法，打吃完一号，我就连，我
武器有没有换？等一下没换就搞笑了。强化苦的攻速是 3.7， 球已经是 3.8， 3.7 应该还是可以吧。而且他是不会跳刀的角色，所以应该是不难呀、啊。浪速不是我，你砍得赢吗？啊，我应该开木盾的。可是我觉得优越前辈吉大可能会跑到前面去砍他，所以还是算了吧。你又撞我！你这没良心的小婊子撞我！哎呀，不小心有点粗话。好，不管了，他快死掉，我要准备了。哎，快跑！看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优越前辈还没死。盾应该结束了，好久了。优越前辈，你就在那边居忧郁就好了，别过来啊！一二三四五，别过来，给我滚去旁边吃下午茶。别过来！我说你，叫你别过来。这样子不会有事哦、啊。不会有事哎、欸，优越前辈，这么狂的，不要这样子给我抽到吃完三号。好的，用强化苦打完吃完一号跟吃完二号之后，我们马上就碰到吃完三号。好哦，没关系嘛，来啊，我就觉得一定可以打过的啦。同只是血量差别而已嘛，当然啦、啊，你可能会很抖，因为吃完三号的血量实在太厚了，破万样子，而且这一次是特种赤足，没良心的东西，你要打多久？我们先让那个特种赤足入土为安，因为他一定会冲他，不能像那个优越前辈一样放在那边那么好过。好，把他挡住，让他不能跑，让他早点归西啊！归西，记得吗？这什么画面？他直接闪掉我的奥义，这没良心的家伙，你必须把他砍死好不好？他成功把这边打死之后呢，我们开万用跟魔水到固定位置，然后这些木盾要比我晚开。好，等他下来。好，过来之后跟他对砍。好，哎，惨了，开个比木盾比他晚撑的比他久又赢了。他在有木盾状况下是不会撞我们的，我们要等他木盾结束，所以我们可以再补一个木盾，这样木盾确定是比他久好多。好，他奥义他冲撞之后，我们使用奥义，然后继续使用我们六刀一奥，一二三四五。可是我有魂之石，所以攻速 3.7 的强化苦无就可以不用担心。啊，只是你要确确实实的砍好六刀，有魂之石的话，只要砍五刀。应该说强化苦确实是可以砍到六刀啊，但是魂翼的奥义实在太快了，导致他第一刀砍不到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啊，如果你是去单卡，像是有穿鞋子那种夜叉那种的，不要相信那个几趴的几率，会跳刀就是会跳刀，夜叉王就是会跳普攻。
对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后面又觉得有点无聊。一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3.7公速还是可以。我记得极限好像是3.6。但是3.6就是你跳一刀，你绝对会出事，就是你甚至是慢半秒都会出事。所以强阿虎没有办法单卡的原因，主要是在于他第一刀会砍在晕眩上面，好久，好累啊。这普攻的样子比较好看。好累啊！而且接下来绝对不能失手，也不会说绝对不能啊，因为它不像那个夜叉。会改变攻击模式，只是你要重新引回来，你会很累而已。像是他开几次木盾之后，他可能不开木盾了，那种时候你要引他撞木盾就有点难。我最常用的方法是那个，比他晚木盾啊，然后等他木盾结束，他就会冲撞敌人。终于快结束哦！好嘞，又没有爆杀。终于打死了！天啊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好啦，到底谁有事没事会拿强化苦一次打123号啦？好啦，我分别拍成3部片，那我3部片直接串接起来，听起来可能会怪怪的，像是都已经喊再见，为什么后面还有？那还是一样啊，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 KBGU，本频道的话是做。ENF 游戏，感谢请求订阅，谢谢，拜拜。吧，讲的哩哩啦啦，谢啦。